今天带大家看看一双高端运动鞋是如何生产的。眼前的这条是我们单款鞋子生产线，首先是我们的缝制车间，每条线每个人都是在完成一其中一个工序，他们分工明确，快速处理手头上的环节。现在看到的是在缝制前面的每个细节，缝制收边，缝制后跟海绵，我们都是用后式刀技回弹海绵，修剪边缘多余的毛刺，整齐码放，进入下个工序，冲鞋带孔也太解压了吧。现在就是把鞋面和鞋舌缝成一串，这样能提升缝制的效率，也方便后面的工序。其中还有很多小的细节，小的工序如翻面、鞋面鞋舌合成，这些就是整个鞋子的前半场工序。抖音。